现在人法贴的密卷是越来越抽象，大桶木桃式人法贴新的密卷叫水遁水气球，冷却时间30秒，技能表现就是一个在 Y 轴来回移动的气球，碰到敌人会产生爆炸把对手击飞，但实际上它的移动速度是大概这样的，简直像乌龟爬一样慢啊！有人开玩笑说啊，开局放一个水气球，等他打到对面，这场决斗啊就已经结束了。这样的密卷确定不是来搞笑的吗？如果像雨高的气球啊能抓取对手还不能替身的话，我觉得效果应该会强很多啊。最近几期人法贴的密卷都挺抽象的，一叶障这个效果啊挺娱乐的啊，挺搞笑的。雷电门虽然经过加强，但是目前也很少见人用啊。目前在决斗场里面比较活跃的人法贴密卷，我估计也就老子的暴雪吧。还有个别忍者比较喜欢带水莲弹，另外还有跟死门凯和百合纲手比较配的毅力，其他主流密卷基本上都是免费密卷。人法贴的密卷不是所有人都有，所以不做得太强我是可以理解，但是起码要让大家拿得出手啊。